月亮上哪儿去了？这都快六点了。你别担心了，月亮一定是去桂花香家里了。他要是赶不及回来，肯定就在他家住下了。来来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快进来进来，快快快！ 奶奶身体不好，你赶紧进去照顾奶奶。她身体不好，千万别让她出来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吧！哎，没关系，现在大家都安全了。这些都是什么人啊？他们都是荆州路的难民。难民？不是，马上要宵禁了吗？他们要是还在那儿，日本鬼子会杀了他们的。所以我让他们到我们家里住三天避难。哎，没关系的啊。莫名其妙，我们家里又不是避难所，你在这些人回来干什么？ 常老板，刚刚我的街上听到广播，从今天开始，一连三天实行宵禁。是吧？晚上7点钟以后，如果街上还有人逗留的话，他们就见一个抓一个。如果反抗的话，他们就直接枪毙，那就赶紧回家吧。不行不行，他们下过命令，说我们银行必须朝九晚五照常工作，不可以提前下班的。这，大哥这样，我们先把霸总回家啊！大家听我说，我们银行准时5点关门，你们一定要在7点赶到家。 啊，晚上哪儿都别去住啊，晚上别出去，别逗留在街上了。听见了吗？大哥，走走吧，爸，走吧，走。月亮。 桂花香，你快回家去！在找什么呀？你说我帮你找啊！一个银行啊，这么大的银行，怎么连点钱都找不到啊？你找钱干什么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应该够了，应该够了，你快回家吧，马上就要宵禁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等等我。 一飞，回来了。唐兰有消息了吗？鬼子说他们还在等大佐的消息，很快就会回来。我腰疼得厉害，我先上楼休息了。好，好，爸，慢点。伤口又疼了。没事，没事啊。哎，听人说日本人7点钟宵禁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当然听说了。 公司里都安排了，同事们都会在5点下班。微风细雨，记得晚上不要出门，知道了吗？哦，好。嗯，哎，月亮呢？他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啊？月亮呀，糟了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我都没留意他。哎呀，咱们现在这活啊是越来越难拉了。是啊，这日本鬼子太可恨了。可不是嘛，我看呀，咱们也别等了，都这个时候，我看也没客人了。哎呀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也不等了。 要不早点回去吧，这再等下去，被日本鬼子抓到了，命都没了。啊，对对对，走走走，哎，兄弟们，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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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不为自己想，你们为孩子想想，孩子还小，怎么办？把孩子先给我，我带走，跟叔叔走。
快快快去吧！哎，没关系，现在大家都安全了。这些都是什么人啊？他们都是荆州路的难民。难民，难民，不是马上要宵禁了吗？他们要是还在那儿，日本鬼子会杀了他们的。所以我让他们到我们家里住3天避难。哎，没关系的。啊，莫名其妙，我们家里又不是避难所，你带这些人回来干什么？出来给我出去！ 出去！出去！别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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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还有你呀、啊，桂花香，你说月亮他行为奇奇怪怪的也就算了啊，你怎么也跟着他一块瞎起哄呢？不关桂花香的事啊，不管他们了，他们只不过想做个好事。好事，好事有这样做的吗？啊，看看这么多人，这谁知道你们有没有流氓小偷地下组织啊？没有。再看看这个啊，连大肚子的给带回来了，万一他生了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家里一下聚集那么多人，万一激动了日本人，这冲进来一轮机关枪，这死的不只是他们，是咱们一家人都得死啊！出去！求求你，救救我！出去！留下我吧！出去！好，出去！出去！叫你们出去，听见了没有？妈，我不是不关心蓝妈妈啊。蓝妈妈跟我说，我们是一根毛啊！什么一根毛啊？一根羽毛，嗯，就是这样。她说，一根羽毛飘啊飘啊，飘到哪里就是哪里。飘你个头啊！飘，没法跟你沟通。出去，通流狗，出去！出去！都出去吧！你飞！出去！让他们挺可怜的，要不就让他们留一晚吧。就是，大家都安静一下，听我说。安静。今天晚上就让你们留在这儿了。太好了。但是
你们要记住，明天天一亮马上离开，都别想赖在这儿，听清了吗？你们听我说，你们今天只能睡大厅，睡大厅不许给我睡屋里边，不睡屋里边，不能睡屋里，也别想着偷东西，不偷东西，只要偷东西，我就给你们送到日本人那儿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这个没有救了，没有问题了，爸，这样行了，没有问题了，他们能在这儿了，好不好，爸？想怎么样你就怎么样。月亮，爸现在头乱得很，脑袋乱得很。求你，我求你，嗯，我求你别再给我添乱子了，行不行？爸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我的祖宗！我错了，爸，是我不对，爸，我不对。爸，你没事吧？我错了，爸。谢谢陈老板。我错了，爸。一飞，上楼歇会儿吧。一飞，走。上楼吧。快起来。谢谢陈老板。好了好了，都醒点笑，醒点笑。有救了，不能杀我了。哎，你们今天都可以住在这儿了，但是千万不要上楼去，否则他们会骂死你们的。过来过来过来，大家过来，来，停，上上上，大家今天就在这儿吧，就在这儿。没事，奶奶。谢谢上帝，休息吧。他好像要生了呀！要生了！这有没有接生婆？我是接生婆。过来，过来，你们有护士啊？我当过护士。快点，快点，快躺下，躺下。来，躺下。桂花香，桂花香，让细雨到微风的房间去，然后让这个孕妇上那个房间去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他羊水破了，现在马上就要生了。哎呀，危险！要生了怎么办呀？就在这生。月亮，你们家有没有屏风？屏风，屏风，屏风！有！好嘞，好，忍一下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啊！用点力，对，再用力，好，好。
谢谢你了，陈少爷。我可以看看吗？可以，可以呀。去。您看。刚才孩子的妈妈给孩子取了个名字，叫做崇光，大家说好吗？整天笑你，听不懂别人在讲什么。其实最听不懂别人在讲什么的人，是你爸我。你兰妈曾经告诉我说，她后半辈子不是为她自己活。当时我还不明白，但是现在我明白了。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命啊，可以不属于自己，但是。我们都有活下去的权利。各位，我们生活再难再苦，我们都要活下去。不管日本人怎么对付我们，我们都不能想到一个死字。我们要活下去。因为我们要看见国家抗战的